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咦，这是我的鸡汤。哎呦，那个蒸汽好烫。要煮多久啊？鸡汤。好饿哦！紫当归、党参、红枣、枸杞，还有莲子，棒棒的！哇，好香！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